大家好，今天呢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我孕期正在用然后觉得很好用的护肤品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。其实呢孕期我的皮肤还是挺不稳定的，我觉得这个绿宝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帮我维稳，它的呢质地就是很清爽，然后流动性很强，涂在脸上一点也不油，涂两下就吸收了，跟别的精华都不一样。这是我用过我觉得最清爽的精华，我喜欢用的时候在掌心里先捂一下，然后这样再上脸，它的吸收会更好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CPB 的洁面，我已经把它给用成这样了，大家就知道我真的很爱用这个洁面。很多卸妆油里面都有精油，我现在孕期呢都用不了，但是呢它这个洗面奶里面它是皂基的，可以帮我卸掉一些简单的淡妆和防晒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它不像很多皂基的洗面奶洗完脸之后脸就会很干，但是这个呢洗完脸脸还是软软的，不会很涩。第三个就厉害了，是这个黑绷带。我虽然呢今年才24岁，但是我听说女生生完孩子就会胶原蛋白加速的流失，所以呢我就花重金购买了这个抗欧的扛把子黑绷带。这个里面呢有30%的玻色因，放到整个护肤界都是很炸裂的。它呢是这种很绵密的冰沙质地，涂开了之后呢也是很哑光的。油皮用完了也没有什么负担，但是使用效果呢我不敢说100%的打包票，每个人用每个人效果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大家看我的视频就是从我怀孕之前到现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，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来说有些效果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